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传统健美70公斤减的量级，这个量级一共有八位选手，那请带队官将这个量级八位选手带到舞台中央的位置。正面预备姿势，双 double biceps， 正面双手肱二头肌，双 leg press， 正面阔背肌。Side chest， 侧面胸大肌。Back double biceps， 背面双手肱二头肌。Last friend， 背面阔背肌。Side triceps， 侧面肱三头肌。都请放松。接下来进行的是最后一个指定动作 ，abdominals and thighs， 腹肌与腿肌。选手请放松，请带队官由左至右位置呼唤。146号与136号位置互换，跟正，哦对，136没错，131跟137位置互换。142跟139位置互换。正面预备姿势 ，Front double biceps， 正面双手肱二头肌。Front leg spread， 正面阔背肌。Side chest， 侧面胸大肌。选手请放松。146号跟138号位置互换。Back double biceps， 背面双手肱二头肌。
Atlas Front 背面破背心。Side Tricep 侧面肱三头肌。请放松，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直接动作 Abdominal Exercise 腹肌与腿肌。好，选手请放松，谢谢，有请台下观众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分钟自选动作。好，那接下来是131号选手上台进行一分钟自选。好，谢谢我们131号选手，接下来是135号选手。音乐，请下。好，谢谢我们135号，接下来是136号选手，上来进行一分钟自选。音乐，请下。好，谢谢我们136号。接下来有请我们137号选手。好，谢谢我们137号选手，接下来138号选手。
我们138号，接下来是139号，音乐请。139号，接下来有请142号选手。音乐停下。好，谢谢我们142号，接下来146号。好，谢谢我们146号。好，谢谢。那有请带队官将这个量级台上的8位选手带到舞台后方稍作休息与等待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传统健美70公斤这个量级的颁奖。第六名成绩公布，第六名139号王维明，第五名138号沈宏成，第四名135号刘千豪。那请后面的选手再靠近一点，往中间并拢。第三名142号选手黄建峰。第二名131号杨顺龙，来恭喜我们第一名146号罗浩成，恭喜你获得这个量级的第一名。颁奖嘉宾与选手进行合影。好，谢谢。那请嘉宾请在舞台旁边请留步。那选手请靠拢一点。请选手展现出正面阔背肌的运动。
好，全都请放松，来一个侧面胸大肌的一个动作，请看一下舞台前方。来，各位，给我一个微笑，谢谢。来，请台下观众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台上六位选手，谢谢你们，恭喜你们。